我是马朵华，我在安徽，我在广德，我在逛街，给你们拍下这边的街景。走，这里啊是一条街，小区门口的街，好像是这样的。前方再过两个路口啊，就是广德最知名的商场。我准备去那边搞杯奶茶喝一下，就在前方，走。前方马路斜对面有好几个商场，应该是这附近比较繁华的地方。脚手架我已经看见了，说明啊这个地方还在开发。这是卖水果的，鲜果。我看一下我们怎么走过去啊，就在这个后方，走。奉贤大酒店，名字啊听上去很厉害，位置也比较好，广聚民心，德行天下。这里有个红绿灯，我准备啊往这边过去，穿过这个公园就是我们的终点了。给你们拍下这个高楼大厦，过来了，法治文化公园。这可不是一般的公园，有一定的教育意义。路上车还是很多的，非常繁忙。前面是一条小狗，给你们拍下小狗，厉害了，小狗，活泼的小狗。这里有一条绿道，穿过去，绿化还是不错的，不吹不黑。这是在运动的老铁们，往外走。就在前面出来了，我们啊走出了法治公园。这个马路对面啊就是可以买奶茶的地方，给你们远距离拍一下。就在这边，世纪大厦附近，售楼部这里，这里有只大鸟，给你们拍一下，厉害了，鸟也要去喝奶茶吗？这里啊，有好多鸟。说明自然环境不错。这是一只鸟，非常厉害，非常警觉，它发现我在拍它，溜了。继续往前走。好的，
我发现啊，这里有个大润发，我就不过马路了。感觉啊，这里更加发达，中影国际影城，非常现代的地方。我本来啊，准备去马路对面这个商场的，给你们拍啊，但是车流太多了，我准备去大润发广德购书中心。好的，视频啊，要么就先这么结束了吧。